是纵贯线，它轨有轨就是两个两两条钢轨线的距离啊，它是1067，那我们是 TA 哦，因为当时哦，大家都跟那个热爱山谷周围我们的家的，我们都，因为我们是窄轨嘛，所以行走的时候摇摇晃晃。有那个普通台的那个车辆啊，还有贵宾车，
车库都有机这边哦，在左边的话是嘉义住宅所，嘉义住宅所就是东南亚最大的，当时是东南亚最大的木材工厂了、啊，它的机器设备都是最先进的。整个阿里山的灌木哦，从山上运下来，哦，放在山子，然后来这边才切成果用之材。来，各位跟韩美下车，我们现在绕过去北门车站，韩美下车，等一下跟北门车站还要开过来。来，我们即将进入维修车库了。哦，这种前进再后退，再前进，这种方式就像那停车辆那边哦，然后还在跑起来了。是我们这边最老旧的市场，那边很多东西，很多。
车站是用快木建造的，现在正在整修了，在整修。那我们左边的话，这个地心大万店哦，以后的话，我们整修好了，会车站会搬到那边去，搬到地心大万店这边。来，各位，大家不要下车哦，因为北车在这边在整修，所以我们没有上下车。哦，北车在这边出去的话哦，就快来，快一村而村了，快来村村。那这个是全省最大的那个宿舍园区啊。当时哦，是政府住宿中心的这个全省的代表，拿这个区来当代表做整修，哦，整修起来，后来整修完毕的时候，招商，哦，快公司招去做生意，他营业的很好，营业额很多了哦，赚到很多利润。当快生活村做起来的时候，全省哦都哄笑。本来的话，日本式的，但是把它拆掉嘛，后来就直接把它保存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有栋的那个木造房子，木造宿舍，都是历史建筑的。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观。哦啊，车站前面那条街哦，短短的几十公尺，当时是缩水嘛哦，很多人啊，因为爱山下来的。东西的商场的话都在这边交易，那边商人就从这边买一些民生物资，然后再坐火车回到山上，所以这个就也算是转运中心了。那我们即将开回车库为期。哦，爱山铁路啊，是1912年通车，1912年通车，1912年通车。当时啊，是运动木材为主的，运动木材。后来因为电力过需要，电力过需要，就换了那个。Thank you.
东京号就一次就行了。大家等一下，停个停好再下车，等一下，现在不要停，要下车。